我们这个主题是原始佛法的心灵禅机。那之所以用这个题目，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汉传的这种宗教氛围里面，大家对于禅都有一种好奇，然后也非常想要达到那种开悟的境界。那在中国的禅宗的修法上面事实上跟原始佛法的开悟之道是不太一样的。简单来讲可以这样说，比如说在中国的禅宗里头他们强调的是不立文字，然后见性成佛。那我们姑且不去谈论禅宗里头所谓的见性是见什么样的性那光说所谓的不立文字，对一般人来讲可能就能够得沙佛啊。而且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中国的佛教的历史上面留下来文献最多的反而是不立文字的禅宗。那事实上这些都是在中国禅门里头的一些问题。原始佛法里头不谈见性，原始佛法里头谈的是直接洞彻生命的实相，洞彻生命的实相就叫做开悟。在原本原始佛法时代的，你可以看到说，像我们在这本给大家参考这本书里面，佛陀说法，非常多的人听法之后呢，当下就开悟见法。那事实上，我们也从其他的经教里头可以了解到，不只是佛陀有这等功力，其实其他有阿罗汉或者说开悟见法的这种说法者，他们往往就能够让听法者在言下开悟见法。他有他特别的一种表达方式跟契入生命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方法。所以事实上它不是汉传佛教的那种禅宗的那些表述方式，也不是那样的所谓的比如说棒喝啊、参话头啊，或者说种种其他五花八门的那些方法，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样讲够清楚吗？在原本原始佛法的时代，佛陀或者其他阿罗汉或者那些入流正果的圣者，他们有办法在表达经法的过程当中就让听法者当下开悟见法。所以这跟传统的禅宗对于所谓的开悟的那种想象其实是完全不同一回事情。那所以我这边要提醒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念的开经偈一样今天这样的一种因缘，我们真的是要去契入无上甚深微妙法。不管说你也许你听堂课可能就动没掉了，然后或者说然后能够持续的来聆听跟分享，因为它是一种真的是甚深的微妙法，所以你在听闻的过程当中然后可能要稍微打起精神来一下那万一如果说我还是想要打瞌睡，那我也没办法了，那睡就好好睡吧。那
但有时候睡突然醒过来的时候，搞不好就听到了，也不一定啊，是这样。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机会会很低，为什么？要透过原始佛法的方式，直接在言下开悟见法，其实它是一种很深的正思维，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禅思，极静禅思，啊，有思维，但是你的心是稳定的。那它的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样发现的？即使是佛陀发现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了解，能够了解佛陀他是因缘于什么样的状态而开悟，我们就比较容易在往后的参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参考的基点。什么意思呢？随时能够自觉性的回返佛陀觉悟的思维方式，跟他觉悟的当下的所知所见，作为我们修学或者甚至是人生的这种行持生活上面的修持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什么意思？我们一般的人，比如说我们会你看哈，我们追逐很多的色身香味触快感的满足，然后也在追逐着很多人际关系之间的满足，也在追逐很多看起来事实上是不是很有必要的欲望的满足。其实这就是迷跟悟的根源，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心投向欲望的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在五欲在境界当中流转而不知道回头。所以虽然在人生的境界的过程当中常常有很多的所求不得，那因为所求不得常常也会产生很多的怨憎会，但是呢，因为不晓得迷途之法，所以在所求不得在怨憎会当中又怎么样呢？又升起更多的烦恼。那烦恼呢，就像那些缠，就像种种的那些思绳一样，又不断的把我们的心呢缠绕起来，甚至呢紧紧的捆绑，然后充满着很多的痛苦跟疑惑，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去想要说，哎，而我能不能开悟？想要开悟，有没有？那这等于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方向想要觉悟是会缘木求鱼的，它是不可能，因为跟要达到就近体验这个生命实相的这个可能性的方向是相反的。好，我先做这样的提醒。那所以心灵里面，我们在面对佛陀的开悟，或者说以后会再有持续的其他的圣者的这种开悟，也许你不一定会有马上亲那个深彻的这种领会，但是你心里头要起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他这样能开悟？为什么这样叫开悟？为什么他能？为什么我不能？那如果说啊、哦，如果说，你们愿意这样来参学，那我就会比较有把握，比较有把握说可能在这本书在还没有上完之前，你们可能很多位都能够开悟见法。但是我刚讲了要有那样的心灵上面的那种准备，这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后来我们说在禅门里头讲的怎么样，你要起疑情，但是我现在请大家起的疑情却是非常的简单，不是传统说啊，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有没有啊？在念阿弥陀佛，然后在念佛是谁？不是这些东西。我是建议各位在心灵里头留下那个疑问：为什么2500年前的悉达多可以觉悟，而我不行？为什么舍利弗可以觉悟而我不行？
为什么里面你看像一个婆斯刹婆罗门女有没有死了七个小孩，他可以觉悟，然后当下正得出国须陀洹，为什么我不能？现在知道这个意思吗？那其实你看我们这样慢慢这样静下来，就从这个趋从这个趋向上面进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了，佛陀是觉悟了，但是呢我还在人间的这种五欲，然后人际关系眷属的这种追求，名利的追求，有没有？甚至这种自我感我慢的满足当中，有没有？在这边迷惑，在这边流浪，在这边焦虑，在这边不安，即使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没有办法觉悟。那我们要谈的就是说，那佛陀他到底怎么觉悟的呢？佛陀他到底怎么觉悟的？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对比，才有办法对比。我们说心灵的禅机，哎，既然我们说是心灵的禅机，它就不会只是语言、名字、文字的那种概念、名相的那个介绍而已，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这堂课不会是这个样子，不是一般的那个传统的那种解经的那种方式啊，是希望说哦，透过这些开悟的故事里头所蕴含的这些经法，然后能够让我们深入啊，听法者就是我们这些法众啊、法友啊，能够深入哦，更深入的去产生内在的那种清明的觉知啊，所以这个仪情很重要，随时保持着哎。为什么他能开悟？为什么这样叫开悟？为什么我不行？好，那我们来看，其实2500年前本来没有佛陀，有一个叫做悉达多，那他是释迦族的王子，那他到29岁的时候呢，他对于生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情跟困惑，他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也不过就是老，不过就是病，不过就是死。那在那个时候，印度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一种蛮强大的一种氛围，都怎么样呢？厌患于生死轮回。他们知道哦，你死不会都停止，会怎么样？死的时候就要轮回。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一些那个所谓的那种宗教信仰说，他们不想要再轮回，然后他们会怎么样呢？有的就修很深的那个禅定，所以悉达多呢，刚开始他也去修禅定，有的呢修苦行，所以后来悉达多修了禅定之后呢，没有办法解脱，所以他想去修苦行。这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这是那个时候当时的那种主流的那种修行方式。然后一般民间还有什么呢？你们大概会知道，我们常常出国嘛，有没有常常去印度啊？那他在恒河边有没有？有的人他们那样相信，我只要把我的尸体丢到恒河里面去，就会瞬居涅槃的大海，以后就不用再生死轮回。所以在恒河边，有的人他生病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他的家属或者他自己就在那边搭个那个类似那个帐篷这样，有没有？然后就在那边等死，然后甚至呢会准备一些那个火化的这些木材啊，然后比较有钱的人呢准备比较高级的木材，比较没钱的呢就随便一点。那有的呢连木材都没有办法准备，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跟他的家属讲：“我那死的时候就把他挡了。”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他们认为把尸体丢到恒河里面，或者把自己的骨灰撒到恒河里面，就能够解脱。所以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在佛陀那个时代，那时候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氛围，知识分子他们也厌患生死轮回，那分开两条路，一条是原本的祭祀婆罗门，所以他们想要升梵天，另外一条就是森林婆罗门，想要透过修禅定来停止生死轮回。那一般的大众在这些宗教信仰底下，他们也想这个样子，但是呢没有那种因缘，所以他怎么样呢？
没有修禅定的因缘啊，他们也不是婆罗门啊，所以怎么样，让行功去恒河边边等死。但是你看这里头问题的，那我们说问题意识不太一样了，有没有？看哦，我们的心是想要在这个世间有没有活得好一点，好的之后呢要更好，有没有？然后呢东西呢多一点，有没有？多了之后呢要更多，有没有？能够吧？然后呢要希望说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相聚，然后更能够去满足种种的无欲功德，然后更长寿，这样看到吗？但是那个时候的悉达多、他们不是这样的心，因为他们在那时候的那种文化氛围里面看到一点，就是各耍类众数各来马是怎样，各生耍类马是各老各病各死，所以他们呢想要解开这个生死轮回的锁链。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心灵上面的趋向不太一样。那回来了。那所以悉达多那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就先去修禅定。修了禅定，他把能学的那时候最厉害的禅定大师修到无所有住定的他也学，修到非想非非想住定的他也学，甚至那些禅师呢那些禅定的老师都告诉他说，我能教的已经都教给你了，然后你来跟我一块教学生吧。那那个时候悉达多很清楚，他退出禅定之后呢，那个苦恼忧愁就升起，所以他就离开了他那两位老师。这边要停一下，我们一般人比如说我学禅定啊，那你看我能够达到无所有住定啊，达到非想非非想住定啊，那这个指导老师都已经肯定我了啊，然后要我跟他一块来教学生，有没有？我们一般人会在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你刚刚一般就成就感吗？你刚刚说我这样已经很有成就了，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的悉达多没有，因为追求这种骄傲感或者说成就感，自我的满足感，是不是悉达多要追求的？不是哦，这要分清楚。你看，所以呢，虽然他的老师邀请他一块来当老师，一块来教学生，但是怎么样，非其所愿，所以他呢很干净的就离开了，知道不是，知道不对，所以他就放下了。那他再来，他要去修苦行，他要修了六年的苦行，然后在经典上面记载了，他自己说，爱修到变成讲，把都陪去拄着后壁这个那个脊椎骨，你看他修的那么惊奇，甚至站起来要尿尿的时候呢，都站不稳，有时候尿出来的时候呢，都是血，那常常呢都快昏倒的那个样子，修到有没戏安尼啦。所以你看他有一种很坚强的那种意志，他要干什么？他要解脱。但是你看哦，因为方法不对，所以虽然他以性命相搏，我个被戏啊，有没有？那修得快死掉了，还是没办法。所以他就发现说，我这样修行根本没有办法达到那种心灵上面的解脱的境界，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又放下。你看哦，这对一般人来讲又是第二件难的事情。你敢想啊，那么一个人，我平时修，然后修到那个苦行，然后我修了五六年，然后边边苦行里的那些人，现在人都感觉我是一个很精勤的，然后很亲近的这种修行人的，有没有？大家很尊敬哦，啊，那我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哦。那你想一下，如果是你呢？你能说不对就放手了？想一下，我为什么要提醒这个？因为这在，比如说在佛教的这种教学上面，很少去注意这种心理。悉达多没有在和稀泥，所以他不是为了要让别人尊敬，所以我学甚深的禅定，他也不是要一般的芸芸众生或者那些苦行里的那些修行人都尊敬我，认为我是最精勤的苦行修的最厉害的，所以呢我来修苦行，不是。光这两件事情就已经怎么样，对世间人来讲其实就很困难了。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会被那种自我的满足感给迷惑，对吧？南宫，比如刚刚你简单讲说，哎，啊，你看你长得像林志玲这样，有没有？你可能就很开心啦、啊，哎，啊，你很有成就啦、啊，你就很有开心啦、啊，有没有？然后你看你会在那里头迷惑，但是你看其他都没有，他自己付出了那么大的那个代价，发现不对，他就丢弃，他不管世间人怎么样看待。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觉得自己没有解脱，他怎么样呢？本来他是很精勤的在那边休息的，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戒律，然后他就接受，他就离开那个苦行林，然后接受一个牧羊女的供养，不然怎么样呢？他连渡过尼连河的那个能力都没有。你在西藏嘛，你可想而知，然后你带定怎么，你心态定就虚的，你走路都有没有风吹倒啊？他连过河的体力都没有，那甚至呢，我们大家可以想象，身体那么虚，那河水那么冷，他一踏到水大概就会很难受。那他怎么样呢？他不管别人怎么样看，他要找的是自己生命里头的真理之道。所以呢，他接受供养，然后度过尼连河。好，那在这边停一下。那你可想，那这个时候的原本一个非常尊贵的王子，历经了六年的苦行跟禅定的这种练习修学的练习，你看他的身心已经非常的疲惫了。然后呢，他一而再的怎么样受挫，付出了，但是呢方法不对，付出了，但是呢还是没有觉悟，所以他一再受挫。想一下，你看我们如果说一个人，啊，咱做一项代志，那小看迄个无得到别人的肯定，还是无得到要想的效果的时候，有没有心情真艰苦？我心情会很不好啊。哎，那所以我说，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的那个心感受，那他那个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虽然没有消失，对不对？但他怎么样？他的身心已经疲惫了。那所以呢？他渡过尼连河，我认为啦，哦，经书上没有这样写，他一定怎么个样子呢？带着一种疲惫，然后呢，有点沮丧，甚至一种很深的一种绝望感。然后呢，他走到菩提一棵所谓的菩提树下，然后也有一些记录说他这样讲，那句话我想应该是真的。他要坐下去之前，他就说一句话了。我此坐如果没有办法解脱，就等解开生死的疑惑的话呢，我就坐死在这个地方，不想再起来了。年龄不可以有多可怜，对他来讲是有可能的。为什么？你看，因为他经历了生命的那个极度的苦行，然后呢，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解脱。那对他来讲，他已经离弃了尘世间，你看他离弃了王位，离弃了对他的耶稣陀罗的这种夫妻之爱，离弃了这种小孩子那当父亲应该有的责任跟爱，有没有？他都断足了。然后经过六年的这样的一个艰辛的修学，然后他一无所获。所以你想一下，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对吧？那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他坐下去之后，他怎么样呢？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预设跟想法，他回到他自己原本的根源意识。根源意识，他的根源意识是什么呢？我现在这边停一下，根源意识是一个哲学名词。我跟你说，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的那个基本意识是什么？那比如说，我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赚钱。那所以我的问题意思是来自于要赚钱的目的，赚钱的这种需求，哎，所以你回到你这个根本意识来，然后重新再看，来探讨自己的行为方法是不是跟你原本的这个问题意识呢是不相容的，那你就可以调整，对。像刚才意思，比如你想要赚钱，啊，你想要赚钱，哎，你我跟你赚不到钱，那你要回到你这个赚钱的这个目的来，然后分析，哎。然后思考，哎，这要去赚钱的这个方法，然后曾经有过的经验有没有去反省它，然后重新调整。啊，那悉达多的问题意思是什么呢？悉达多的问题意思是要断除生死轮回，就是要终止生老病死的这种现象，对不对？
有生死轮回，就是会有老病死的现象。所以他你看他这个时候呢，他不再去想要去求禅定或者修苦行的。注意哦，这个敏感这是重点。所以他怎么样呢？他直接就回到他自己的问题意识了。他先让心安静下来，据说也是借由观呼吸啊，然后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因为他怎么样呢？他突然讲到他以前小时候啊，那个在六七岁的时候呢，然后他们那时候有那种那个类似那种收成的时候的那个节气，然后宫女带他出去玩。然后呢，那宫女看到人家在那边那个节庆，然后在那边跳舞啦、啊，然后跑去就把它丢在那个树下的那个稻草堆上面，这样，他很自然而然在那边打坐，就自然而然进了二禅，这是一种记录，这样。那他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是用原本的他去修学的那些无所有注定或者非非想定的那种修法，也不是修苦行，他怎么样呢？全身放松下来，吸气的时候觉知吸气，吐气的时候觉知吐气，把整个身形呢一直放松，然后呢不断的放松的过程当中呢，也把自己的心形，比如说你看啊，身体放松下来，吸气的时候觉知吸气，吐气的时候觉知吐气，然后你看你觉知着自己的呼吸，没有任何的那种抗拒跟勉强。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看到，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就看到，我这时候心里的那种波动，有某些不安，有某些忧愁，有某些恐惧，有没有？有某些胡思乱想。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说这个就叫做心情、心灵的心理里面的这种波动，就借由这个不断的觉知的过程。觉知它的波动，对，然后觉知它的妄想，或者觉知某种愁绪，那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悉达多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可能常常觉知到自己绝望的情绪，那他怎么样呢？他没有被那个绝望的情绪给淹没，他又自觉性的很轻柔的回到呼吸，然后呢，保持对呼吸的觉知，然后整个心灵平静下来了。第二个重点，回到你的心，让心平静下来。这就是后来想要觉悟的人，在整个那个后来的这种佛教上面说，定能生慧啊。其实这个定并不是晚期佛教的那种定，定在这个地方它指的什么呢？是一个心的稳定，虽然也叫做定，但它怎么样呢？它不是原本的，比如说他之前去修那种无所有注定、非想注定的那种定，那种定是心系在一个所缘上面，然后其他呢，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其他的五根呢，几乎不运作了，然后定在那个自己的这我们所说的禅相上面。但是这个时候的悉达多不是这样，他是透过观呼吸让整个心身心都集止下来之后呢，心完全稳定。这稳定就怎么样？我们说没有妄想，没有妄想的时候干什么呢？不是在那边享受没有妄想的状态，他怎么样呢？观察思维。所以他回到自己原本的那个问题意识，他就这样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老病死的现象？那对他来讲，他很在这样的一种稳定而极静的心灵上面，那个答案很明显，因为有生的现象，就一定会有老病死的现象。然后他再问，为什么会有生的现象？然后他感觉到这个感觉其实是在这种心灵的极静当中一种稳定的一种觉知。如果内在里头有这种有序的冲动，就会有再生的现象产生，所以这个叫做有。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很深的法了，这十二缘起了，我先是用这种方式带你们有没有，然后
这样来看看、哦、用这样的方式先进入比较表层的悉达多的那个问题意识的探索的过程，是这样。然后呢，他就在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断再生的这种有序的意志？这个有呢，你先把它看作什么呢？就像动物的本能的生存意志，用那么细的话，那你选一个再生，就是类似这个东西。你有这个再生的意志，就会怎么样？会制造再生的那个身心境界。你有为了求生意志呢，有没有？那所以呢，舍了这个报身，有没有？那个形就又会投射出去。那他就在问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有序的这种再生的这种意志呢？他看到里面一个东西是什么样呢？来自于内在里头一种强烈的执取。那这个执取呢，分成四大类，后来的这种经教上面的注解，欲望的执取，知见上面的执取，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自我感的执取。你有这种自我的执取，就会怎么样？会孕育那种有序的再生的意志，对不对？你以为有我，你要我再活下去吗？你不会想让我终结啊，那个自我。所以你只要有这种自我的执取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形成那个有序的再生的意志，所以就会有未来的五受因再生起。那他当下他又在问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执取呢？这种我取呢，来自于怎么样？内在里面他看到那什么，那种贪爱。因为有贪爱，所以就会有这种强烈的执取。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执取，所以就会怎么样？制造未来的五蕴。有这种制造未来五蕴的这个有序的冲动，所以就会再生。会再生，所以就会有继续而来的老病死的现象，对不对？好，那再来，那他就问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爱产生呢？他很清楚的觉知到，来自于曾经有过的内在的身心经验。哎，比如说你看，你喜欢感受某种情绪，哎，喜欢某种想法，因为你某种想法引贪爱，某种想法引申某种冲动，有没有？某种意志啊，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贪爱呢？源于过去的生命经验。所以虽然说经典上面记录说，哎，就是受，其实受要觉受，刚修就是包含了什么呢？情绪、思想、意志冲动。那他就在问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思想、意志的冲动呢？一定怎么样？来自于经验。经验就叫做触，来自于触，接触。那他就在问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触呢？啊，来自于六根，因为有这个六根啊，不断的在运作，六根会接触六尘，升起六识，怎么样？三者合而触，有触，所以就怎么样呢？升起受想思。然后在受想思当中没有明觉，所以怎么样呢？产生贪爱，因为他怎么样？他是以为有我，有我所，所以就会怎么样？形成这种强烈的这种执取，然后不断的执取去制造那种有序的那种意志，所以就会投生，就会制造未来的五蕴。有这种未来五蕴的这种再生的意志，所以就会有未来的五蕴升起。有未来的五蕴升起，所以就怎么样呢？会有生、有老、有病、有死，其实就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在这边停一下，这什么呢？即使我刚刚是用字面上面从经典上面记录那个顺序在带，但是其实是怎么样呢？真正的情况是，悉达多他就是在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去看到这样的事情。看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源于生命经验。生命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六根触。六根触、六境、六识合合触。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因为不了解这其中的本质，所以会以为它是我跟我所。所以呢，触的时候呢，在等于就是后来说的叫做在无明里面，
所以就产生贪爱跟执取，所以就会有序的冲动就会产生。所以他当下透过这样的一种深层的在极境当中的内证思维哦，能够内证思维呢，其实这就是内观。我也说你看他敢，我们说爱这个字它是一个字对不对，但是对你来讲什么叫做贪爱，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心喜，什么意思吧，因为这个字对吧，一些经济可以一种生命能量运作的状态。什么叫做取，那个自我的执取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字对不对，你看你那个你感觉那个我执升起的时候那个东西对吧，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是一个在心灵极静的状况底下，对于曾经发生在自己生命经验当中的那些维系的生命经验，有没有那种贪爱，那种染着，那种我取，有没有那种有序的一种很深刻的觉知？那你刚才说，所以这不是理由，那是一动伊迄个真安静的迄款心灵当中，伊所对家己曾经发生过的生命经验真清楚的觉知，所以这个叫做极静禅师，这个叫做正思维啊。啊，你看他透过当下自己的这种生命经验，他就看到怎么样。所以如果有无明啊，一定就会有这种以为有我的这种冲动，这个叫做无明行。那有这种无明行呢，就会原生这种六识的这种攀缘跟造作、那所以呢就会制造未来的这种五阴身升起、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那是他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很明显的内在的如实觉知、所以呢在经教上面他就这样写了。那他就问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六入处呢？有没有？那就来自于名胜五阴、要有五阴才会有这个六根报身嘛。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胜，就是色受想行的这种升起呢？来自于六识的这种攀缘。所以因为有识的攀缘，所以就会有名胜。那他就问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识的攀缘呢？就是他刚刚有没有，他已经觉察过了，清楚的看到什么呢？有这种以为有我的这种行，有没有？以为有我就会有这种事的攀缘。那他就在问呢，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以为有我的这种冲动呢？这个行呢？这个意志呢？行就是一种意志性的这种冲动，他就知道了嘛，对，无明。因为不如实知生命实际运转的这样的一个实相，所以他以为有我有我所，所以贪爱身心现象，这个就叫做无明。他说因为有这种无明，所以就怎么样，因缘与无明，所以就会有这种无明而来的这种冲动，这个叫做行。有这种行呢，就会延伸意识的这种攀缘的作用，有意识的攀缘就怎么样呢，原生身心的现象，原生身心的现象再继续在那里头喜贪润泽，所以怎么样，我们的六根六入处就会增长，六入处增长，六根增长，所以就会有处有这些经验、那在经验当中升起的内在的情绪念头想法跟意志冲动一样又在无明当中、所以呢你继续怎么样，贪爱执取，他那里执取，所以内在里头那个有序的冲动没有办法止息下来，所以就怎么样呢，会不断的投射未来的这种五阴，所以呢就会有未来的五阴升起，有升起就会继续有老病死的现象，对不对？这就是悉达多在菩提树下里头发现的。所以为什么他叫做无师自觉，无人尴尬，不能尴尬，应该一样内观。所以生命就是我们的老师，生命经验就是我们的上司，其实就是这样。好，那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没啊，对不对？悉达多是想要停止生死轮回，超越生死轮回，那他现在只是看到怎么样呢，看到说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
啊，所以因为他看到了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是因缘与无明，有没有？然后行贪爱，然后四住，所以有这种未来的这种五受因升起不断的流转的现象。所以你看他怎么样呢？答案他自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他是这样，他是这样问的，就是说他累在心里是经过这种五种，那你看他怎么样呢？那怎么样我想要让老病死的现象熄灭，那要怎么样呢？是不是要让生熄灭？那要让生熄灭，是不是这种有序的冲动要熄灭？那要让这种有序的冲动要熄灭，是不是内蕴着强烈的执取要熄灭？那要这种强烈的执取熄灭，贪爱是不是要熄灭？那要贪爱熄灭，是不是受想思要熄灭？那受想思要熄灭，触就要熄灭。那你要住熄灭，就要先六入住熄灭。那要六入住熄灭，就要名色要熄灭。那要名色熄灭，就要事的攀缘的现象熄灭。那你要事不再攀缘，就要行要熄灭，有没有？那你要让这个以为有我的行熄灭，要怎么样？无明要灭，就是你要明，有没有？讲清楚吗？所以你看，你如果明了，没有这个无明。没有无明了，所以就不会有无明行，所以行灭，行灭了，所以事灭，事灭了，所以名色灭，名色灭了，所以六入处灭，六入处灭了，所以处灭，处灭了，所以受想行灭，受想行灭，所以贪爱灭，贪爱灭，所以强烈的我取灭，强烈的我取灭，就不会去制造未来的五因，没有这个有序，所以有序就灭，有序灭，生就灭，所以老病死就灭。这样叫什么？你看他如实的观察到生死流转的因缘，有没有？如实的确定生死流转的熄灭。如果有无明跟贪爱，就会继续有生，就会继续有老病死的现象。如果无明跟贪爱熄灭了，生就会熄灭，就不会有生老病死的现象，就会终止生死轮回。好，你看先停在这个地方。你看那这样呢，跟去修苦行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没有？跟一直在这边打坐啊，我的禅香亮得像日光灯一样，有没有？我进入四禅，我进到八定，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叫做慧，有没有？这样看到吗？这就是慧，你有在开悟，所以等于菩提树下的悉达多，借由观呼吸，让身心极致稳定下来之后，进行深刻的生命的探索，所做的这种极静的禅思，解开了他生死轮回的疑惑。也解开了他停止生死轮回的疑惑，所以这个叫开悟。你看，那对于悉达多来讲，阿弥陀佛就讲错了，你这样变成那里，那我如果在往后的生，等于说在生命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死嘛，他继续活着。如果在六根住境的时候没有保持正知正念当下的这种原生无常而无我的这种实相，而落入以为有我的我执跟贪爱里面，那这样他会不会解脱啊？他就不会解脱嘛，知道吗？我们刚简要回到他的问题意识，他的问题是要解脱生死轮回。那他现在已经看到生死轮回的根源的原因，也知道怎么样停止生死轮回，把生死轮回的原因熄灭了，生死轮回就可以终止。所以这个叫做如实知见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的原因历程，这个叫做得法住智。
如实确定生死轮回是可以即灭的，这个叫做得涅槃智。你看这个时候悉达多都没有人教哦，我为什么要提醒这个？修佛法学习佛法要这样的。悉达多所留下来，请释迦牟尼佛所留下来的这些教法，这些经法，就是我们的指路标而已。悉达多他之所以能觉悟，就是经由这些心路过程而觉悟的。那他比较厉害嘛，伊无人教，伊家己观察。那我们比他差一点嘛，有没有？然后呢，把他的经验拿来作为自己的经验去深入的探索，那你就能够确定他走的路到底对或者不对。所以你看哦，不是来自于宗教崇拜，也不是来自于迷信，也不是来自于枯坐冥想，而是让身心寂静下来之后，以这种敏锐的没有预设的这种觉知，进行对生命现象的直观式的一种探索。那还有一个重点，在菩提树下的悉达多的这种觉悟，他这种思考方法，这叫缘起的思考方法，对我们在人间世里头怎么样去回应世间的种种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有用的方式，思维方法。什么意思呢？你看他看到什么，悉达多是碰到问题，他不会被问题马上打败，你会发现他是会问，诶，问题怎么会这样发生，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吧？他是完全非常理性的在探索生命，其实这就是一种叫做四圣谛的思维，我们以后会再讲。好，所以先从这个悉达多在菩提树下的生命经验，我们先看到这几件事情，身心寂静下来，然后进行深度的一种生命内在的这种探索。然后呢，他这种探索就是一种缘起法的这种思维，所以他发现呢，只有故必有，有没有？有无明就会有无明行，就会有行，然后就会有事，然后就会有老病死。此灭故彼灭，有没有？无明灭了，行就灭了；贪爱灭，老病死就灭，有没有？所以这个叫做缘起法，这是他发现的。那没有悉达多一样，这个缘起法的这样的一个准则，或者这种真理的这种原则，它一样在运作，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你看啊，纵使悉达多没有发现，那你看我们现在还是会这样啊。如果继续有无明贪爱，有没有？一定会吃不完兜着走，对不对？然后继续流传生死。2500年前是这样，2500年后也是这样啊，再隔2500年后也是会这样啊。所以这是缘起的法则。那随着这个缘起的法则而原生出来的这个生命现象，就是十二缘支的这些现象。那你看悉达多这个时候，这个叫做觉悟。你看跟我们原本想说，诶，开悟是怎么一回事啊，有没有？是不是那个心灵都不动，然后那个进入一个光的世界啊，有没有？或者说那个满心的那种狂喜啊，有没有？然后那个像有的就说，诶，进入禅定啊，然后那种喜乐受啊，有没有？所以像西方人前阵子有一本书叫做狂喜，有没有？那个叫开悟吗？不是，不是。它会带来狂喜，那是一种狂喜，是身心的觉受。开悟是什么样？是智慧，如实之见生死流转之因，如实确定，有没有？生死流转之因的熄灭，就可以熄灭生死轮回的现象。对，好，那有了这样的一种觉悟之后呢，所以他就说了，他在菩提树下，他就说了，我得到古仙人的道基，古仙人就是古佛，我已经看到了古代的那些仙人，就是古代的觉悟者，他们是怎么样觉悟的，就叫做八正道。那所以第一，八正道第一个叫正见，
你看他要证见生死流转的这种缘起缘生的现象，证见到要让这个生死流转能够熄灭，他要懂得去停止这个生死流转的因，所以我们说证见叫什么呢？证见缘起。那所以他证见缘起，那所以怎么样呢？把自己的心导向于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就叫做正智正思维。因为他想停止生死轮回，他就往这个方向走了。对，那所以在生活上面呢，你看他的语根，他的语言的冲动有没有？不再背离这个正见跟正思维，他的行为呢也在正见跟正思维的指导底下，对，那他的生活呢也导向这样的方向。然后呢，自觉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四正断，其实什么意思？对于悉达多来讲，那他要觉悟这个，我们说四正断是什么呢？已经升起的恶不善法让他断，怎么样？没有升起的恶法就不让他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法，没有升起的善法让他升起。以升起的善法让它增长广大，对，那对悉达多来讲，这个四正断它怎么修？是不是就是等于在六根促进的时候，自觉性的怎么样？正念当下的这种缘起，对，然后自觉性的断除贪欲啊。所以如果有贪欲升起，或者那种思念的状况升起，它就要提起正念，对，正念当下，然后欲贪升起就去断欲贪，这是它的四正断。我们也要这样学啊，哎，那所以呢，那他为了要满足这个四正断，说他要怎么样呢？你看他说要随时对自己的身受心法、身心现象怎么样保持正知正念，就叫做正念。那有这种正知正念，所以可以怎么样呢？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哎，从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啊，那你看随时能够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心是会比较稳定。那你刚开始因为心不是在一个很稳定的状况，叫做所以要怎么样？要随时觉察，叫做有寻有事，知道自己的心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有没有进入五盖里面，掉进那些贪嗔痴里面，有没有？然后去离那个贪嗔痴，所以叫做先离欲恶不善法，然后有寻有事来维持自己心的这种稳定度，然后会进到另一个状况，就是有寻有事的这种心的稳定度呢，自然怎么样，它就越来越稳定了，进到无寻无事的这种二禅。刚开始有寻有事，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事叫做初禅，然后进到无寻无事定增喜乐的状态叫做二禅。然后呢，自然而然会怎么样？你的心，我们现在看这件事情啊，悉达多他是要怎么样？他是要离断这种生死轮回啊。所以呢，当他内在有这些贪欲，有这些贪婪升起，他会自觉性的去离断，然后让心稳定下来，然后进到心蛮稳定的状况，不用刻意去寻视的时候呢，他就自然怎么样，会维持在一种蛮喜悦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氛围里面。大家要注意哦，在这种喜悦的生命氛围里面，那还是怎么样，还是有贪婪哦。所以怎么样离这个禅悦，离这个喜心，离这个喜受，所以让心灵呢就自然的进到三禅的境界，会更极致而稳定。但是呢，这种生命里头这种安宁乐受很吸引人，所以怎么样又能够自觉性的又去离舍它，达到怎么样呢？心完全舍念清净，原本的痛苦烦恼早就舍离了，对不对？然后呢，达到怎么样呢？心没不苦不乐，就超越这种世间的这种苦乐，达到完全清净的这种状态，这个叫四禅正定。好，那悉达多觉悟之后呢，就是修学八正道，达到这种四禅正定满足，所以他怎么样呢？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觉悟成正等正觉，就是所谓的阿罗汉。那他把这一套教法，他怎么样觉悟的过程跟方法呢，留下来碰到各种人，有没有？然后用各种角度在说明，但是都是在说这些东西，就变成我们现在2500年后的这个佛法。
这样清楚吗？他这样觉悟的。啊，那所以现在我们要休息前再回下来，回到那原本我刚提的那个问题。悉达多可以，我为什么不行？怎么样？周师兄，对不对？你这样就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行了。先看得出来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好，那我们那个准备开始上课、哦、我们刚刚是大略的介绍了2500年前那个悉达多他怎么觉悟的啦。啊，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那个觉悟它不是来自于参话头，哎，它也不是在那边枯坐，然后进入甚深的那个禅定，都不是。它是用极静的心进行内证思维，因为你心极静下来，内证思维它带有一种禅观的这种力道，它会这样。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在强调这一点？你看哦，想一下，悉达多的觉悟波色句吗？他有用天眼，他有用，比如说像现在那个有些禅法有没有啊？我们要先入那个要修四禅八定，甚至要修那个片柱都要修满，有没有？然后呢，在那个修皆分别观，然后破色句，破色句之后呢，然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要这样吗？那你敢看我哈？无啦，唔免安尼啦。那个是晚期佛教，等于说在那个佛灭后大概将近500年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属于清净道论师的系统，所以阿毗达摩的那种禅法，那会把人那个弄得基本上就是会把原本的觉悟之道会岔开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回到说悉达多怎么样觉悟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主要的就是要去让大家去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不需要去心外求法，你知道吗？你只要不断的回到你的根源的问题，其实很多事情你都会知道原因是什么，因此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问啊，悉达多能，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因为悉达多穷根探源啊。哎，我们不要小看说刚刚讲的那样的一些啊，那个十二缘支的那种好像线性式的那种叙述，其实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悉达多在他当下的这样的六根处境的中，一股的性命、东海性命经验当中看出来的。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说，他在说六处入处，处来有处，所以有受、想、思、有爱。那你要想一下，这个爱又爱不？一嘛爱呢？你知道吗？你看他是不是爱他太太，爱他的小孩？那甚至在他还没有觉悟之前，你看他有他的自我的爱呀、啊，知道这个意思吗？但是他在问啊，你看，纵使是这个样子，哎，贪爱在我心里头升起，贪爱在我这里面在酝酿。但是我如果随着这股贪爱的欲流而转下去的话，就继续在这种生死轮回的波浪当中水转，有没有？所以他要再问啊，那这个爱，这个贪爱，它是怎么样产生的？有没有？那我们不会这样哦。你看哦，我爱一个人，爱得不到满足，那受苦了，受苦，心情不好。但是呢，你看，你不会去像悉达多这样去讨论说，我为什么苦？你不会这样看，你会觉得说，是别人让我没有办法满足，或者别人不应该什么个样子、啊、你从外面去看，那悉达多不是，他从自己里面在看，他会看说我为什么苦、啊、然后他看到给自他一定会有个答案，因为贪爱。然后为什么会贪爱、啊、比如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啊，因为我从来就认为说
人就是要人家来陪伴啊，就是要人家来爱啊，有没有？然后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从来就没有自觉到说我要过有一种独立稳定的心灵啊，所以呢我就会去渴求爱，比如说渴求伴侣，有没有？那你看，那这个时候悉达多他一定就要问哦，那我为什么心灵里头有这种依赖性，有这种不安，有这种好像没有办法独立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有这种恐惧，哎，然后我们一般人可能停在这个地方，阿神贤啊，甚至连面对都不敢面对，有没有？他不会面对的，然后呢，就往他的生命之外去追逐，哎，对，我感觉我小可有惊吓，我内在里有某种不安，但是我用什么东西来解决呢？我找朋友聊聊天，或者看一场电影，或者看一本书，有没有把它压抑下来或者转移？啊，看到没有？不敢看。你看他这样，你哪时候能觉悟呢？或者这个时候，那我先不要想了，我那个打坐一下，有没有？但是你如果是悉达多，他就不会哦。他问我为什么有这种忧虑？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惧？是什么样的根源而产生的？是什么原因而产生的？啊，你看他就往上推了，他看到哎，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自我的不安。那他就又会问呢，会跟你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所以他因为觉得自我不安，所以他会怎么样？找人找事情来让自己不再那么不安，有没有？我们一般人会这样，你看他又会岔开。那悉达多他不会，他问说：“哎，那这个自我的不安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因缘去形成的？”他就是在进行这种工作，所以他就看到了，原来当我在生命经验发生的当下，我如果没有清楚的去看到说所有的生命经验的发生，它都是一种根尘根境是合合处而不断生灭变化的这种原生的现象，而我竟然会以为它是我，是我的，有一个我在经验这些生命，有没有？所以我就一定会不安。为什么？因为生命的发生它是一种原生无常而流动的现象，那我的心没有办法如此之见而安住在这种原生无常流动的这种实相里头，有没有？那他当然一定会不安，他一定会不安，不会没有不安，有没有？那因为你不知见到，没有知见到这个实相，那内在里头有这种因缘与不如此之见生命的实相而带来的这种不安，所以会怎么样？会依赖，会对外去求索，然后又求索不得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你看哦，生命的那个欲望的产生，其实在这里头看得出来吗？它是在抗拒内在里头一种深层的不安啊，所以呢它投射出回避这个不安的这种欲望。这边看清楚啊，那当我们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生气，我们会不舒服，但是呢不敢，你不敢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挫败当中呢回到自己内在的很深层的这种没有安全感不安上面来。其实整个人生里面的迷惑跟苦难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什么呢？不自觉的自我维护，不自觉的需要这种所谓的安全感，其实就是来自于这种怎么样心灵没有真正去洞彻这整个的生命实相。所以当我们的心没有洞彻这个如此在发生的生命之流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无名而来的抗拒。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头叫做什么呢？存在性的根本的分裂，跟整个实相是对立的。你以为有一个我，有没有？但是跟这整个世间呢，它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分开的、分裂的那个关系。
然后在这样的状态里头，再怎么样，我要拉这个人当我的老公，有没有？我要把这个人抓好，他因为他是我的儿子，然后我要把这个工作抓紧，有没有？然后我要抓这些财货，要抓这些眷属，甚至要怎么样抓这个不断在垂危败坏的身体，有没有？然后抓曾经发生有过的，其实自己很清楚，都是怎么样原生无常，有没有？没有办法长久的，然后没有办法去抓取的所有的这些生命经验。看不看？还不想放手，有没有？会继续抓，继续抓。所以你刚那个问题，知道这个意思吗？哎，为什么说放下很难？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真心灵上面没有真正如实之见贴合这个生命的实相，所以呢会很难。为什么？因为你还活在自我的概念的假象里面，自我的概念的世界里面，所以你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跟你外面的这个世界在建构关系啊。所以你叫你不要这个样子，有没有？不太可能，因为有你就是会这个样子，你就是会这个样子。那回到这个悉达多他在菩提树下的那个觉悟的氛围是什么呢？他在那个当下里头，他不断的在反刍，有没有？他不断的在观察生命是什么？生命不就是生命经验吗？生命经验是不是就是生命经验嘛？生命就是生命经验，对不对？没有经验怎么会有生命，对不对？想清楚哦。那生命经验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经验到的这些身心现象嘛，对。那这个身心现象它怎么在发生呢？你看，你如果没有眼根接触到这个色境，有没有？就不会有这种眼识升起，没有眼识升起，你就不会有这些觉得好或者不好的这种情绪的反应，也就不会有念头产生，也就不会有冲动产生，不是吗？那就不会有所谓的眼的来自于眼的这些生命经验了，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整个的生命经验其实就是六入处，六入处就是根尘是和合处而升起的受想是不断的原生流转的这种生命现象，对不对？很困难吗？我问一件事情，你经验到的生命有在这个之外的没有？你敢有可能去经验到你六根之外的经验吗？没有办法嘛，不是吗？没有办法，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就像悉达多那时候停在这个地方看呢、啊。那眼根是什么？这个六根是什么？它是一直固定不变的吗？还是在境界当中不断的在变化的呢？那你看，如果它固定不变的，那就没有生死轮回的问题啦。但是就是。这个六根它本身你看它是在境界当中原生起来的，然后不断继续原生，继续随着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变化，然后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外境，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身心之外的这些经验，你看到它也是怎么样，它都是在我们的根处这个境的那个当下升起的觉知，有没有？它也不断的在变化，它也不断的在变化。没有这个根，不会有这个境。所以境本身作为我们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条件，有没有？它也是怎么样？它也是原生的，然后它也是无常的，有没有？所以它也是怎么样？不断在败坏的，它也不是我，也不是我能控制的。那随着这样的一种接触觉知而升起的经验情绪的反应思想概念，或者说冲动意志性的这种种行为，你看它不是都是不断的像那个河水一样早就都流过去了吗？而且呢流过去而现在继续在流淌，有没有？所以整个的
里面的外面的这个叫内身，外面的六根所处这个外境叫外身，哎，然后内六入处外六入处和合处是而升起的受想思，这些叫做内外身。等于说整个人说用简单来说里里外外的生命经验，啊，都是怎么样随着六根处而不断的原生的现象，而六根本身有没有又是不断在各种内外的因缘条件底下在原生变化的，有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停下来，有没有？所以那我问你一下啦，你以为你能掌握什么？想清楚，有没有？你以为你能要到什么？看到没有？你以为你能追求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看清楚。你说我至少可以追求500万呢，啊，好吗？那就是你认为的追求，那又怎么样呢？啊，你说那我至少可以追求一个活个100岁吧，好吗？那你就追求个活个100岁嘛，有没有？你想追求什么？你到底想追求什么？当你看哦，你要了解悉达多的心，了解悉达多的心。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心，你到底能追求什么呢？你这样看清楚吗？你到底能拥有什么呢？你到底能拥有什么呢？我现在讲很简单，有没有？你真的拥有你的眼根吗？拥有你的鼻根吗？拥有你的舌根吗？拥有你的身根吗？你拥有你的心吗？看到没有？那你看连我们认为说，那一般来说，那你说这鬼神窟拢我，这鬼神窟拢我的，对吧？你看拢你的，有没有？拢给你啦，拢你的，对。但是你看，你奈何得了他吗？实相他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实相他就这样啊。那你看你这个本来你以为鬼神窟窿里也的这样的一个六根的这个报身，啊，你都奈何不了他，然后他接触到境界，然后再升起的这些种种反应，你要他一定要符合你的意吗？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些吗？有没有？那你觉得呢？你真的追得到吗？你真的可以控制吗？你可以控制你的经验，可以掌握你的经验吗？可以这样吗？有没有？把它看清楚，那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啊。内身是整个无常的流动，外身也是整个无常的流动，内外住升起的整个经验也是无常的流动，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那我在贪求什么呢？想一下哦，哎，我所贪求的真的会带来我心灵的满足吗？假设可以，好，那个满足可以永远吗？你看，你发现你就没有办法给答案了，有没有？那你又会怎么样呢？你又会制造另一个欲望，然后你又会怎么样驱动另一种追求，然后呢想要得到那个满足。那当那一刻满足之后呢，怎么样？那个动力就又开始不见了，不再去追求了，就变成你要想要去巩固它，有没有？但是呢当它发生的时候，你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从原生的现象来看，那一刻它本身就又自我破坏了。所以你能够真正得到什么样的满足吗？想好哦，世间哪有法得到满足，就不会有迷茫了啦。简单来讲就是这么简单啦。世间如果可以真的得到满足，就不会有人需要做梦，梦都是因为没有满足，很多的变形的不满足，
好，那所以我们问一下，再问清楚有没有？欲望升起的时候，你看它就是来自于一种不安，开始就是苦了，有没有？在追逐欲望的过程当中也是苦，看到吗？不安。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当下好像整个又都变了，所以得到满足的时候也是苦。那我们的心一直不愿意去正视这样的一种原生无常而流动的实相，所以怎么样呢？很刻意的、很用力的在制造希望，其实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你如果把它看清楚，那些希望真的能带来希望吗？那些欲望真的能带来满足吗？那些满足真的能带来满足吗？这就是问题了。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要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悉达多能觉悟而我觉悟不起来呢？看到没？而我觉悟不起来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没有那么如实的、那么踏实的、那么深彻的进入这个生命的实相里面。我们的心是活在欲望所构筑的一个颠倒的妄想的世间，以自我为中心所构筑出来的欲望的人间事。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起点就是苦，有没有？过程也是苦，最后呢，徒劳无获也是苦，一定破坏，一定是老病死。然后透过一些，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这种佛法的这种熏习或者修炼，对，然后懂得临终的时候保持在一个善相正相的心，也顶多是这样。那原本此生战战兢兢去经营的，有没有？然后那个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没有你的任何经验可以为你留住，有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你，只有身心的经验不断在流动，只有六入处，有没有？六根处、六尽、生六世、和合处，然后升起受想思，不断的在流动。生命实相就是这样，就只是一个原生不断在原生而变化的五受因、意因相续的流转，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呢，对这件事情我们不如实知，所以不如实知叫做无明。因为不如实知，所以你看我们就去贪爱这个身心现象，因为贪爱这个身心现象，所以你就产生强烈的执取我执。既然有我执，那就会怎么样？就会不断的再去投射你的欲望啦。要这个流转的没有办法掌握的这整个的人的这些外在的这些人际事物、人间的这些事物，来满足你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生命。看到没有？他陷入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矛盾里面，一种荒谬里面。所以为什么说晚期，比如说那般若心经讲说，颠倒梦想就是这个意思啦，有没有？活在颠倒梦想里面。好，那在这样的一个颠倒梦想当中，你注意看哦，不去探索这个苦恼、这个迷惑的根源，对，然后呢，我想要开悟。那你看法多，不法多嘛，缘木求鱼，有没有？那你如果用手楞严经的那个楞严经的话来讲，叫什么呢？你以沙要来煮饭，用沙做饭一样，不可能啦，不可能，看到没有？所以开悟它一定有一个固定的，还是一个固定的，就是一定的那种内在的心路过程。什么过程？苦集灭道。怎么样呢？你看
你会发现他要跟，这就是悉达多走过的路，没有遮障的如实的去看清楚生命发生的实相是什么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叫做五阴炽然。五阴怎么在炽然啊？五阴身心现象怎么在燃烧啊？在六柱入柱的当下在燃烧，就是这样啊。这个叫做苦，苦的意思其实就是不断的败坏，不断的在败坏，不断的在败坏。你看，你看不清楚这个，看不清楚这个就叫做无明，因为无明，所以就会有欲望升起，所以会造成怎么样？苦集，痛苦烦恼会聚集。第二地叫做集地，对吧？那你看你自己要看清楚啊，苦地就是生命的实相，看清楚。那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在这个生命的这种流转当中，如果你不如实知这个生命的实相，会怎么样？会不断的去投射你的无明跟欲贪，然后就会不断的有这种生死轮回、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的这种交逼而来的这种种的苦难，不是这样吗？有没有？啊，所以悉达多刚刚就是做这件事情呢、啊，如实之苦，怎么样？生死是怎么样在变化的？生命是怎么样在流转的？然后看到造成这个生死流转的原因，如实之苦集，啊，看到无明跟欲贪是造成生死流转的原因嘛？有没有？那有生死流转就怎么样？不断的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又被恼苦升起，所以他说怎么样呢？会有不断的大苦聚集。先停在这个地方，你不认为是这样吗？刘太太，你认为呢？看到没有？要自己去问。你看，你从你的心里头去感觉，我们对世间的这些攀缘，对世间的这些执取，你看他不就是在执取，不是就在攀缘苦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这不就叫做大苦聚集吗？嗯，那你看他，如他看清楚了，所以呢，如实知，如果这个无明跟欲贪没有熄灭，大苦就会不断的聚集啊。所以他就清楚了，那我如果想要把这个大苦聚集的现象熄灭，我就要把它怎么样？不是把苦熄灭，你们有没有发现？不是把苦熄灭，你不要懂安内，是把苦的原因熄灭，造成苦的原因灭了，苦就不再起了。所以你不用去灭苦，苦无法无道理灭，有没有？是要苦的原因熄灭了，苦就自然灭了。哎，啊，所以他就发现呢、啊，哎，把这个无明跟爱欲熄灭了，有没有？苦就灭了。那在这个地方停一下。这个不是在说，哎，那所以那个生死轮回就马上停止，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在六入处的那个当下，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头，随时看到说怎么样？如果内在里头在境界当中，六根触境呢，对不对？投射无明跟欲贪，就攀缘四柱，有没有贪爱染着升起？你看就受苦，行不行嘞？那所以你当下看到这件事情，就叫什么？叫做正念。这个就叫做正念。正念当下的缘起，有没有实际的发生的状况？所以自觉性的怎么样，把这个造成这个苦恼的原因熄灭，让活在明里面把欲贪给熄灭，所以苦就灭啊，所以就能够体验当下的苦灭啊，有没有？所以我们说正见缘起，活在当下是这个意思。正见缘起，有没有活在当下，把当下的这种看到当下的这种原生原灭的这样的一个实相，看到当下心的不恰当的对待跟取角，正念当下，有没有择法对治？就在修七觉知了，选择有没有正确的方法来回应当下的境界，让痛苦烦恼减少，甚至让痛苦烦恼完全熄灭。那看清楚这整个的内在的心路过程了，有没有？所以你就知道怎么修道啦。
所以八正道不就出来了吗？有没有正见这个生命的实相，看到凡有所抓取必定会带来或多或少的这种苦难，因此自觉性的在六根处境的当下，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导向于无贪无嗔无痴，做一种生命的正确的导向，这就叫做正智，就叫做正思维啊。那依据这个缘起的正见跟这种正确的生命的导向去过生活，这样说话不违背这样的一个方向，就会修正语，就会有正业，就会端正的过生活，就会正命而活啊。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不断的自觉性的去生进，所以就会怎么样呢？看到原本还没有完全转化的那些习气，那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怎么样策立自心修四正断，看到不恰当的投射再升起了，马上断除，对，然后没有不恰当的投射升起，我们就不让它升起。看到自己正念丧失了，看到自己没有维持在这种缘起的正见上面，我们自觉性的提起这个正念，有没有保持在这个正思维里面，然后呢让它持续的增长广大，这就是四正断。那你看那四正断的这个基础要有前后面的这个正念，随时觉知到自己在六根处境的当下身心现象它是怎么样在变化，有没有让它能够少苦离苦，安住在正见跟正思维的方向、哦、这样看得出来吗？所以一定是正见了生命的实相了，才有可能自觉性的导向一条究竟苦灭的道路，看得到不？啊，所以了悟了这个缘起的这个生命的实相，所以在六根处境的时候开始修学正念，有没有？修学正念其实就开始修学七觉知嘛。七觉知里头正念有没有？然后择法对治，择法在对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培育有没有增上四正断的这种力量嘛？看到不恰当的对待就去舍断嘛，啊，然后呢，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精进呐、啊，那你就自然的怎么样会升起那种远离的或者说断除了这些不恰当的欲望的投射，这种贪心嗔心的这些苦难，所以自然而然身心会比一般人喜悦轻松，所以就容易有这种生活上面的喜受升起。而且这个喜受是来自于哪里？这样看到了吗？喜受是来自于对自己的生命经验随时的这种觉察，就是我们刚讲的有寻有事，然后怎么样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事的有没有？所以就之前跟你讲的，不断的带着觉知离断那些不必要的投射，身心的喜乐就会升起，所以就七觉知的喜觉知就会升起，然后透过这个过程心越稳定越稳定，那个安宁感那个乐觉知会升起，然后持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增上心灵的稳定度，那个定身心清安稳定，所以那个定一心的感觉就会升起，然后透过这个过程就像刚讲的会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境界达到究竟解脱，对。所以包括说我们在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在修学禅定不是只有在道场或者说只有在那个闭关中心在修，其实不是这样，原始佛法里头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是在生活上面一种心灵的进化的过程成就的，有了正见之后有没有？你看这样看清楚吗？有了正见之后不断的自觉性的在生活上面离欲染，所以心就自然越清净，心自然越清净就越稳定，然后越稳定敏感度越高，越能够 离掉维系的那个欲染，所以就会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增上，达到所谓的八正道里头的四禅正定，那这样就圆满的七觉知嘛，那就达到所谓的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完全等正究竟等正觉完全觉悟的这样的生命境界。这样清楚吗？所以把那个问题留下来，为什么悉达多能而我不能？你常常这样问自己，你就会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因为你宁愿有没有活在痛苦里面。那为什么你宁愿活在痛苦里面呢？因为你觉得痛苦比较有实在感。因为你觉得这样呢比较有自我感。其实是这样，你不敢，你不敢放弃放下这个自我感。这个在佛法里头叫做什么？舍利佛讲的贪恋有生，顾念有生，就是说你也留恋，会留恋这个有生，就是有身体，有身心，就是有五受因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会一直留恋这种有五受因，随着五受因升起的这种自我感，你会留恋这种存在感。所以呢，你就很难活在一种正见缘起的正见缘起，然后活在当下，然后自觉性的去我们说离断见贪嗔痴，然后去离断贪嗔痴，你不太愿意这个样子，是这个意思吗？好，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说不愿意就不愿意啦，那怎么办呢？回来深入对生命实相的彻底的观察，就像菩提树下的悉达多一样。你要看到怎么样呢？这款东西不在外面讲的，你要看到说自己的欲贪，欲贪的升起的苦，欲贪的满足的苦，欲贪的追求的苦，然后你看到说这整个的过程是那么的没有意义，这种你要自己去看，你要真正从心里面，这是一种自心心灵上面的这种觉悟嘛。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深入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去看，我曾经的爱，我曾经的执取，我曾经的愤怒，有没有？它怎么样呢？何因、何集、何生、何转，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对，那它怎么样在聚集？它怎么样在转变？去看它，你才会看到说，这整个的生命的实相，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悉达多是这样才能的。什么意思？他完全把自己的心安住在生命的实相里面。什么样的实相？我们说缘起、无常、苦、无我、无我所的这样的生命实相。但是我要提醒的是，这个是我讲的概念，对不对？那这是佛法里头的概念，这不尊生，这个是你心静下来，你真的去看到曾经有过的生命经验，是都是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有没有？至少是怎么样呢？一定是跟境是和合处的条件底下而升起的，而你又看到说你的跟境是呢，真的是无常生灭的，然后呢，你又看到说那曾经有过的这些生命经验，原来是源于这个随缘生而无常生灭的根境是而升起的，而我竟然在这个随着无常而升起的无常的生命经验当中，怎么样？掉眼泪、哭泣、嗔心、追逐，然后咱们怎么样？静心观。对这些事情，你要看得一清二楚。你真的看得一清二楚了，这个就叫做从心灵里面产生对于缘起的一种洞见。你有了这个洞见，这个就叫做开悟。
这个就叫做开悟，你就不会随转了。不会随转不是马上你变成那个解脱者，不是。开悟是一种智慧，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原本的这些习惯性的反应有没有，它常常还是会跑出来。但是跑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会容易看到了就断它，看到了就断它，就怎么样，不跟它玩了。什么意思呢？你动，从心灵上面去洞彻这个生命的实相，不是什么人拿茶那个 拿枪逼你这样看的，不是任何人逼你的，是你的心灵里面自然而然产生这样的动物，这种洞见。所以这个叫什么？就像那个随佛师父讲的、啊、有没有洞见真实啊？这个就叫做洞见真实啊，洞见真实的。因此你产生了那个思想上面的、理性上面的那种正确的知见啊，知见到什么？一切都是原生的，无常无我的。所以凡无常无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实相，我如果不自觉的投射贪嗔痴欲望，一定带来苦难，就包含在你的正见里面呢、啊。啊，所以你会怎么样？你当然会自觉性的离断那个对你现在来讲看起来已经是有点荒谬的欲望的投射。比如说你领悟到了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原生流转的这样的一个实相，你想你还 你想一下，你觉得你的先生很可靠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你的心灵还需要去依赖一个所谓的伴侣吗？你的心灵会有那个依赖吗？两个好好做会好好到三天，这也是你啦，这正常。我说你看你的心灵会有那个依赖吗？会有那个依赖的需要吗？感觉一下，你那个需要没有办法升起，你安住在这样的一种缘起的正见的那个需要升不起来。你跟你的心 跟你的真心是矛盾的，所以那句话你就说不出口了啊 ，Darling， 我需要你，你就说不出口了，你就说不出口了。你没有那种需要一个人、需要别人才能够带来那种生命的那种安定的感，那个没有了，那个一定没有了。所以你不会再去怎么样，不会再去依赖别人，心灵上面去依赖别人，生活上面互相扶持是很好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没有彻底的了悟这个生命的这个实相，表面上我们说、啊、生活上面互相扶持，那都骗人的，你知道吗？那是你在依赖对方，然后呢用那个美丽的谎言在那个伪装自己的这种需要、然后再构筑那个缠锁，然后那个掩饰你内在的这种不安，其实是这样啦，世间人是安尼啦，我说没什么不好，是因为世间就是安尼的部位嘛。那当你真正像悉达多那样，有没有？当你在深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种正思维啊，然后内在的这种如实觉知自己的人生经验里头的这些原生的现象，然后这里头的欲贪的升起跟欲贪所带来的恼患，有没有？你真的看到了，你就不会心里头就不会想要再去依赖别人，会有一种洞察产生，这种依赖会显得荒谬，你会自己会知道。第二个会有一种产生，你觉得去依赖别人会增加别人的痛苦烦恼，你会自然不想增加别人的痛苦烦恼，所以那个依赖也就会断，知道吗？会这样。所以比如说像在这个南传佛教界、他们比如说修那个慈心观、然后用坐意的，然后那个观想，那也蛮好的嘛，对，那透过那个观想然后来提升自己比较善向正向的心。但是我以前就说得很清楚、但是我说的时候没人相信，现在随佛法师也这样讲，所以我很高兴，没有真正洞彻四圣谛，慈心观修不起来，
没有真正见苦，没有真正的慈心，你都会怎么样？那是源于自我的贪爱，跟在那样的一个所谓的表面上看起来的这种用词叫做慈悲喜舍当中，那是在满足自我。那是世间的好事情，那没有不好哦。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会怎么呢？你没有真正来自于这个生命实相的洞察，那里头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心不是平衡的，心不是在一个真正舍心的状态，所以没有那个舍，没有那个舍心的状态，你的爱都一定是跟自我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哎，你看情侣之间，那个人如果跟说我不再需要你了，你看你会受伤啊。那小那个亲子之间，妈妈或者爸爸觉得小孩子不太听话，你看你会受伤，得力的安啊。但是对于佛陀来讲，有没有啊？他的那些弟子啦，到最后都怎么样？那个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他还是没有问题。他还是没有问题，他还是继续怎么样呢？以他这种没有任何执取、没有任何年长的这种无量的心，无量的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隔碍，没有显，没有隔碍，无挂碍啦，也没有刻，没有特别的需要去谴责的，没有选择，没有隔碍，所以他没有障碍的那样的心呢，去对待任何境界跟任何众生。那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活在自己所投射的那种欲望里面，那种贪爱里面啊。所以呢，现在回来啊，所以你看哦，把自己的生命里头的那种幽微的那些苦楚的感觉觉知它，然后怎么样，不要回避，再去看清楚说升起这个幽微的维系的这个忧愁这个恐惧的原因是什么，再去深入，像菩提树下的悉达多。我们一般讲那就叫做什么呢？刚才那剥笋子，有没有？或者说叫做什么剥洋葱，对，有的时候剥洋葱剥到让自己泪连连的，一定要经过这种过程。没有经过这种过程，你只是活在自以为是的假象里面，经不起的啦，经不起真正实相的撞击啊。所以就会从现在然后到最后一刻都会带着那种不安跟恐惧。虽然表面有没有，表面是青春的，或者表面是健康的，表面是繁华的，表面是富贵的，但是呢里面的那个幽微的那个不安跟恐惧呢，你还是撤除不了。但是你如果真正开悟见法了，那个东西就消失了，那个东西真的就会消失，那个恐惧跟不安就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什么呢？剩下来的就是整个身心性命那功，整个心灵的改造，就是借由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培育正知正念，看到自己那些不恰当的投射升起，贪心升起，嗔心升起，会怎么样呢？会很自觉性的努力去超越，会自觉性的去超越，没难嘎，不用人家逼你的。然后透过这个过程是在干什么呢？把我们脑内的原本的那个贪嗔痴的反应的机制瓦解。所以只有彻见之后呢，才会真正进行所谓的脑内革命。那当你脑内革命完成了是什么意思呢？就变成是你在六根促进的那样的一个当下那个过程当中呢，不再有那种贪嗔痴过往的那种习气反应了，就变成怎么样？解脱者。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没有痛苦烦恼，就像怎么样？就是走向像悉达多后来变成释迦牟尼佛这样嘛，就好像走向说，哎，他教导的舍利佛有没有？我们所说的那些所谓的阿罗汉跟修行的成就者就是这样走的啦。
洞察了生命的实相之后，然后呢，在他的往后，从这一刻起，然后再往后的人生，就自觉性的在见贪嗔痴，消融贪嗔痴。在这边停下来，停下来，停在这个地方，想一下，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对，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自觉性的去导向痛苦烦恼的涌进，其实你就是不断的在制造苦而已啦。我现在的意思是，你不用管说啊，这是他们讲什么，这个叫小乘或者什么，这个叫做不是啦，不是，那个都是后来500年后的那个错误的对于这个所谓的心灵的解脱、智慧的成熟之道的那种误解。你开悟了，你就会知道啊，在你的每一个片刻的生活经验上面，你如果不是导向于痛苦烦恼的熄灭，导向于贪嗔痴的这种离断，你就是在增长痛苦烦恼，就是在增长贪嗔痴的那种习气，那有什么好玩的呢？有没有？先看得出来吗？看清楚，生命就会转向。这个就是千古以来的甚深微妙法，所以不是禅定的问题，也不是禅定中的境界，而是真正透过生命经验去如实经验，如实觉知到生命的实相。所以就这个就叫什么呢？现观四圣谛，有没有？看到苦，看到苦集，看到苦灭，看到苦灭之道。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就到这边，谢谢大家。